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有两个电荷，一个正 Q， 一个正九 Q， 一个是负 Q 的，一个在零的位置，一个二 D 的位置。那现在的话，有一个呢 Q， 那电荷不知道，那它位在三 D 的地方。那么他问说，若要令呢这个九 Q 受力等于零呢，那么问呢这个小 Q 应该是多少？好，要让它等于零的话，那么呢我们知道哈，它给它的重力哈，要等于呢它给它的重力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它在这里建立电场，要等于它在这里建立电场，啊方向呢要相反。那它在这里建立电场是往这边嘛？那么它在这里建立电场就往这里，所以呢这个一定是正的。那正的话哈，那我就晓得说哈，它在这里建立电场是三 D 平方是多少？取大小，Q 啦 ，KQ， 它会等于多少呢？它在这里建立电场是二 D 平方分之 KQ， 我取大小，哦，它是吸引力，啊，它是排斥力，这样的话它受力才会等于。好，那是 K 的话，我就可以消掉。所以 Q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四分之九大 Q 了，所以是四分之九大 Q。答案应该是选 B。